大家好，我是彭少，今天分享10款完全免费的高分 APP， 排名不分先后，每一款都非常强大实用，一定要看到最后。搜索进化，无论是联系人、信息、手机应用还是网页内容，都可以一键搜索，支持自定义添加引擎、快捷方式，支持多种手势操作，并且内置非常丰富的实用功能，支持自由小窗，可以同时查看多个窗口，提升效率。直达，一个非常简洁的快捷搜索工具，可以搜索应用、网页、联系人，支持自定义添加搜索引擎，可设置单行显示数量，可为常用应用添加星标，并且可在后台为一些常用服务设置快捷操作，支持悬浮球，并且可自定义颜色，支持云端备份。淘粉吧，一款年轻人用了会超级爽的省钱 APP， 平时网上买东西 90% 的商品都能用它打折。以某宝为例，比如这款罗技鼠标直接买要500多，这是我们复制商品链接，打开淘粉吧 APP 就能看到一张175元的大额优惠券，这在原先店铺里是找不到的。原因很简单，商家要冲销量，但考虑到成本只会给部分渠道放出内部价，通过正常路径是看不到的，所以用淘粉吧这样的工具动动小手一搜，还是回同一店铺下单，原先500多的耳机不到一分钟就省了175元。当然不止某宝，其他网购平台也能用淘粉吧拿到隐藏折扣，基本每单都能省个几十块，真的不要太香。强烈建议省钱党人手备一个，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简单搜索，百度比较良心的一个产品，非常纯粹的一个浏览器，简单无广告，搜索界面干净整洁，除了能够自定义背景主题外，没有什么多余的功能。你也可以提取它的 UA 标识，应用到其他支持自定义 UA 标识的浏览器中。思读 PDF， 一款简洁而强大的 PDF 阅读工具，本地文件打开速度非常快，几乎没有加载时间，支持目录书签功能，支持图片与文字提取，支持自定义背景主题与其他设置，支持在线下载 PDF 文件。搜狗翻译，界面美观纯净无广告，支持拍照翻译、语音翻译、文档翻译，支持英文批改，支持添加单词本，开启悬浮球后哪里不会拖到哪里，方便快捷。单击悬浮球还可以使用截屏识别功能，支持双语对照。黑盒闪搜，能够秒搜到手机中的文件，可根据条件超级搜索，支持扫描重复文件，支持批量重命名，可将常用的文件或者文件夹添加到书签或者发送到桌面。作者还开发了一个黑盒文件管理工具，也非常简洁实用，可查看软件存储信息占用情况，支持批量卸载、导出安装包和应用图标等功能，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布丁扫描，一款免费绿色无广告的扫描软件，支持去除阴影和磨耳纹，支持添加水印，支持文字提取与翻译，支持表格识别，它还支持照片修复与上色功能，可将老旧照片一键变得更清晰，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小熊文件工具箱，这是一款文件操作工具箱，包括文件解压缩、视频下载录制、图片音频处理以及其他20几种功能，软件界面干净整洁，还有自动吸附和震动反馈，细节满满。快启动，你可以为虚拟键盘上面的每一个数字和字母都分配一个快捷应用或者各种功能，也可以通过虚拟键盘快速搜索到目标应用，好上手，没有操作难度，可以对每个应用进行管理，比如冻结、隐藏、卸载、分享安装包等等。支持悬浮窗，在设置里面有太多内容，大家可以根据需求去更改。时间关系，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点赞分享，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推荐，也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共同分享交流，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